装 Zipline 的是什么体验？一键开关，打开防风卷帘， Indoor 变 Outdoor， 户外卷帘除了可以代替风墙，还能为室内遮阳、遮风、挡雨，降低室内温度。除此之外，户外防风卷帘也能阻隔飞虫、灰尘，再也不必担心想要打开窗口通风，家中却多了很多蚊子苍蝇。安装在 Balcony 也可以加强安全措施，只要关掉 Zip Line 就不必担心一不注意家中小孩跑到阳台去玩。这样的防风卷帘，您是否也想来一套呢？ Malaysia 生产快速出货，不用担心产品品质，尺寸错了也可以马上解决，心动就赶快来联系我们吧。